女儿，拜托一件事情啊。哦。帮我买 4D， 这些号码全部要跟我买。哦，我算了，总共是500块。五百。那。这次你救了我的命，我会好好报答你的。只要你不要捣蛋，妨碍我工作，算是报答我了。你现在还不相信我啊？虽然在你眼中我只是一个小鸡，可是我现在是个飞机。文斌，你干嘛？子晴，You are mine. I'm not gonna let you go. 文斌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很痛！很痛啊！文斌！你不看了我？你不要心急，一定有机会跟他说的。哎哎，太高了。杨小姐，不要看，杨小姐，我叫你朋友。杨小姐，快点走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